都说我买了这款婴儿车超值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介绍给大家了。先给大家看看它的一秒展车，即使是抱娃的时候也能轻松操作。这款婴儿车还能一键换向，可以让宝妈更好的观察宝宝的情况。还有这个后视天窗部分，夏天的时候可以把它拉开，然后像这样卷起来，这样就可以方便宝宝透气。当宝宝睡醒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调节座椅靠背，让宝宝坐起来。前轮采用万向轮设计，来去自如，配合一脚双刹，让宝妈在户外以最快速避免各种危险。下面我们就来挑战一下，抱着宝宝的同时一只手完成收车。一只手收车挑战成功。在外出的时候，如果宝宝不想坐车，宝妈就可以一手抱娃，一手拉车。这样一块体积小巧、功能齐全、颜值超高的婴儿车，难道你还不心动吗？